跑。逃跑。今朝三贝河有人报案，话传咗恶臭，水鬼系留呢度起翻嚟。老鬼同丁仔仲未翻，老鬼去深圳接佢老婆，接完翻嚟，丁仔嘅电话一路都唔通，再打我。丁仔张 pass，
欢迎收看午间新闻直击。元朗水尾村发生命案，一个孕妇被劏开腹部拿走胎儿，女事主怀疑失血过多致死，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。警方封锁事发的村屋调查，现场消息说女死者二十几岁。朝早警方接报指有人倒卧在单位，到场之后发现女事主的腹部被劏开，胎儿不见了。初步调查怀疑事主已经死去一至到两日，相信因为失血过多致死。警方稍后安排验尸，进一步确定死因。重案组探员带走一批证物，但是并未发现凶器。另外，警方正联络死者的丈夫协助调查，暂时未知道案件和日前山背河的婴孩尸体发现案是否有关联。找到丁仔未？唔通啊！去捻咗边啊？老婆啊，呢度系啦。嗱，我冇呃你啊，靓唔靓啊？你喺梳化嗰边坐，我入去斟杯水俾你饮啊！小心啊，唔好跣到啊！我都叫你唔好周围行咯。喂，老鬼，喂，讲嘢喂，喂，收睇黄昏时段的焦点新闻直击。继元朗水尾村发生孕妇剖腹谋杀案，粉岭山窑村又发现同类案件，再多一个孕妇被劏肚取出胎儿之后死亡。警方相信两宗案件有关联，列作连环凶杀案处理。现场消息指，重案组的探员中午在山窑村调查期间，在这间村屋发现一个32岁的孕妇倒卧在客厅，腹部被劏开，旁边放有一个7个月大的胎儿。女事主當時仲有知覺，即場搶救，但係相信因為失血過多當場死亡。另外，警方喺單位嘅浴室發現一個52歲嘅男人，佢全身被熱水燙傷，送院嘅時候證實不治。探員帶咗一批證物調查，封曬出路為條路，一架車都唔放得。
俾咗佢哋放车走啊！一间唔准放，全部再查一次啊！企喺度，喂，你企度啊！你定啊！企喺度。头先点解要走？做咩要对差佬？仲有一个咧，仲有一个差佬喺边？我唔系第一次俾你哋屈噶啦。想对差佬，嚟啊！嚟啊！对冧我！
元朗水尾村发生孕妇剖腹谋杀案，粉岭山条村又发现同类案件，警方相信两宗案件有关联，列作连环凶杀案处理。现场消息指，重案组的探员中午在山条村调查期间，在一间村屋发现一个32岁的孕妇卧卧在客厅，腹部被劏开，旁边放有一个7个月大的胎儿。拉住一个年约23岁的中国籍男人，警方怀疑他同两宗孕妇剖腹案有关。证实同案件有关，警方稍后会落案控告他谋杀。警方中午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时候，拘捕一名年约23岁疑凶。被捕男子被锁上手铐，带返警署接受调查，至今仍然被扣留。而警方就继续封锁粉岭和山窑村的凶案现场，大批机动部队警员在村屋附近的草丛和垃圾房搜杀，并用纸箱带走怀疑同案件有关的证物。警方表示，你信我打我爆炸吗？鸡包卖晒啊，馒头啊，下面仲有啊，唔系咧，嗰、那个味精好啊，鸡包啊，鸡包啊，死仔，喂，头先有话未熟，换翻个鸡包俾我啊，唔系啊，啱啱嗰个啱啱蒸起啊，唔好意思。
冇搞错啊？收钱啊，死仔！再望七百你对眼，两个馒头啊！叫咩啊？咪激到你癫咗啊！飞波人啦、啊，华夏长龙啦、啊，得五几栋嘅底衫，单型咁订咗冇请假啦。老板送货。张荣，仔啊，带我先去边度啊？都拐带啊？走啊，心去咧，听佢舌头偷鬼咗你！叫乜嘢啊？对呢咪坏蛋啊，千祈唔好手软啊！你去边啊？担心死我啦！山腰。吓、啊？个死仔带你山腰？我自己去，就失路。他送我回来，被人又烂又臭的衫里着，死仔的死仔。死仔，喂，死仔，死仔，阿你啊！死仔，你让我出来。你件衫啊，几耐冇洗过啊？又烂又臭，累我抱咗成晚，过咗几次水啊！七包，3蚊。
死咗喺間屋嗰度啊！幾日噶啦，都冇人知啊！真係陰公啊！佢個孫女啊，半屍三日添啊！哇！哇！咁恐怖！帶佢翻去社署都好喎，唔係第日冇人理佢啊！咁啊係啊！你知道女仔咧低能噶嘛，邊識得照顧自己啊？講咩你哋？邊個低能？唔講啦，第日先講啦，走。收工啦。张荣，从今日开始你就会喺度住。上昼七点半，中午十二点，下午六点半，饭堂就会点名食饭。冇批准咧，就唔准外出。我叫李姑娘，有咩可以同我讲，明白吗？我婆婆咧，佢过咗身啦，即系死咗啊！人老咧就会死噶啦，呢啲好自然嘅。我哋会帮佢办理身后事，到时通知你啦。我要翻屋企。我先同你讲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要翻屋企。翻去啦！我要翻屋企。
你咪去到社署咩？士多仔，好嘢喎！你条仔啊，过嚟，睇下你成头大汗咁样，过嚟我度冲凉，你嗰度冇水噶啦。入嚟啦！閂門啦！我就去个客度，你今晚啊喺度瞓啦，食饱啲先有气力噶嘛，明唔明啊？傻更更，张荣啊，嚟京饼学啦！张荣，你肚唔肚饿啊？好饿，而家落去蒸个包，转头翻嚟。喂，未找钱喎，捻晒啊！阿玲呢？啊？你老尾有心女都唔翻声，阿玲。
咩事啊？阿 Sir， 可唔可以出去讲啊？叫丁仔头落阿公，讲嚟啊！我一生好伴你。喂喂，夜妈妈咩料啊？啊？唉，好捻复杂。几捻复杂啊？条女系唔系条仔又带条女嚟，就话条女俾人强奸。唉，重点都唔系呢个，重点系条女好捻得。搞捻错啊！咁捻复杂嘅 case 都唔要我嘅。喂，同佢落清楚得好工啊！我一阵间翻过嚟。妹妹唔使惊噶，除咗件褛俾我啊，啊嚟。件褛可能有血证，对破案有帮助。你睇野手啊，啊？你俾埋呢边我得噶，诶，系咯。够啊，拎件褛去证物房。慢慢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。有個男人衝進來，跟著呢，他按住我，拉起我條裙。就這樣拉起你條裙子？底褲。底褲扯到在哪裡啊？不知道。那你的胸圍呢？喂，你是不是落的？現在落了。什麼名字？陳傑。住哪裡？藍地上村。不是問你，是問女兒住在哪裡。都是藍地上村。几号啊？四号。电话几多号啊？唔知。个男人有几高？着咩衫？个男人有咩特征啊？佢只右手纹咗粒星。黑色的，黑色的星，哪隻手？右手。阿豆啊，咩料啊？
同我及撚條女仔。老哥啊，做咩啊？條靚妹係玲姐嘅女嚟啊，只雞嚟啦！玲姐有咁筍嘅嘢？喂，我俾大兩球噶，俾撚曬錢噶啦！條靚妹仲玩嘢，隔離靚仔係襲警，而家翻牆威我。咁你真係俾咗五嚿噶咯喎你？係啊，俾咗五嚿噶啦。你老味仲玩嘢？道哥啊，差館嚟噶。咁又點撚樣啊？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，就你啊！你未試過叫外賣翻嚟玩嘢咩嚇？我係試過好多次。我頭先同條靚妹搞到興合合噶啦，你會幫我及實噶嘛？等我搞掂咗條靚妹，先招呼條仔。好啊，咁我幫我頭去搞條女，你哋搞條仔啦吓。急住條靚仔。阿 Sir， 想问下得咩啊？想破案就梗要问清楚啲啦。同条女咩关系？问你哋有咩关系啊？喂，阿 Sir 问你嘢啊，答啊！喂，講嘢啊，啞咗啊！喂，係咪玩嘢啊？使唔使諗咁耐啊？老婆搭飛走嚟啊！
你唔好话，条靓妹年纪咁细，啲架餐都唔掂，死鱼咁都唔好灼。系啦，条靓仔搞掂未啊？搞掂。哇，玲姐咁多件啦，追索呢件，哇，搞到我咁耐都未试过，连冲几廿次啊，腰骨都痛埋。又咁夸张啊？系啊，搞掂啦咩？唔搞掂坐喺度做咩啊？睇住条腰啊！哇，喂，你两个都做运仔啦，啊？唔去啊？哎，唔去我翻唱。哎，攞半杯。喂！琴琴青咁做咩？俾你啊，俾你啊！死靓仔，你琴琴青啊！你真系啊，冇大冇细嘅你都。喂，老家老啊，得啦，坐喺度。再食嗰啲嘢啦，唔得噶。咩唔得啊？发发声都话唔得。咩？喂，你唔好以为德国做噶，你只系旺个卵巢一样啫嘛，连卵都冇啊！问个话，问佢。你傻嘅，佢点同我咧？我食几年噶啦？再食咗几年先死？啊，问姐夫啊，睇可唔可以啊？条女咪鸡咩啊？条女唔系鸡啊！射住 fax 过嚟嘅，做咩嚟嘅？啊，条女低能嘅，督差人佢揾鬼神啊！啊，搞掂唔使先啦，老爆袭警够错噶啦。丁仔，搞掂条仔。哥话同条女冲身着衫。老鬼，啊，你去攞车。哦。冇咁啊！我就嚟走噶啦，受个钱嚟上位噶，听啲啦。我哋懷疑該名男子同一單爆色案有關，於是逮捕咗佢。喺證人房嘅時候，佢曾經反抗，並且企圖搶警槍。當時疑犯曾一度失控，並搶奪我嘅配槍，混亂中開咗一槍。我哋收到社署求助，當晚錄鏡發現報稱失蹤嘅李事主。当时他的情绪不稳定，我们没办法跟他落口供，最后决定将事主交由社署处理。如果你多事，这个小孩回不到出来。中国籍23岁男子陈杰，袭警罪名成立，依例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。你上村叫丁仔入房，咩名？
见。我仲问你嘢啊，大王。大王，放手！喂，讲嘢啊，打咗啊？快啲走啊！你两个癫噶，打两个反感，扶起佢，唔得，唔得，你两个出嚟，出嚟啊！大 Sir， 一定系佢，系佢。依家平邪再發現多單，又有個大富婆俾人幫，你仲肯定係佢？大 Sir， 俾多少時間我哋啊？仲未打得夠啊？交咗把事，還翻槍！大 Sir， 我而家仲有手足未揾翻喎，條僆仔一定有嘢。謝夫，你就嚟見波啦！你都唔想我畫花你個快樂啊？你哋最多嘢我知嘅。你唔好學你舊時老頂阿寶嗰啲衰嘢，
要坐人就讲证据嘅，放你两个礼拜假，呢单嘢你唔使跟啊。警方查案有警方嘅理由，你都知啊，你都有前科。我做咗咩？点解警方查车你要走？差人唔系第一次屈我噶啦，我唔验伤唔追究，我签字口供你写。点解唔告警方？乜告得人咩？你等等，依家我哋咩都喐唔到，不如同大 Sir 讲清楚。梗系唔得啦。冇用噶，嗰条老嘢唔系以前嘅赌哥啊，唔捻会睇我哋噶。条僆仔一定知丁仔喺边，个捻嘢翻嚟复桌。平时单嘢唔会咁简单。我而家去医院，你揾阿柳度翻条炮翻嚟，搞掂你揾我。赌哥啊！谢夫，咁轮打马嚟噶？点啊，你班友仔？你而家喺边度啊？我咪游手好闲啊？点啊？想我劈炮翻下耕田啊？啊？出咗事，半年前单嘢记唔记得？咩事啊？条僆仔出咗差，复桌黎振，点啊？竟然而家老鬼全家死咗。丁仔找不回，條僆仔追著我們來打，你自己小心。僆仔去咗黄鹤山，上紧油站跳，你去油站接佢。无论如何，今晚都唔可以俾落山。
你嘅仇恨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唔死嘅，就翻嚟揾我。世人最好的工具，它可以抚平所有疮疤的伤痕。曾经迷失于大千世界，现在成为灵修复康院的院长。曾经贪婪好胜，现在成为不修分文的义工。他就是我们今集的嘉宾杜学信院长。杜院长你好。你好。那什么令你毅然放弃二十年的警察生涯走去做义工啊？好奇怪，可以话上天安排的，话我逃避又可以，原来俾机会啲反改过，系比惩罚佢嚟得更有意思。喺五年前有一件案件，我死咗几个伙计，佢哋都系同我同一组，跟咗我好多年。当年我退休无奈，有一晚个手足打电话俾我，佢话个反出咗贼，要报仇，追住佢哋嚟打。我听完个心好矛盾，好嬲，好想帮佢哋报仇，心谂打咪打咯。收线之后，点知个心卜卜跳，我知道我开始惊。我同我自己讲，有咩好惊啫？咩反我未见过啊！我出到去车站，发觉自己脚软，喺嗰度我见到间好细嘅教堂，即系而家嘅复康中心。我又去对住阿象讲：如果你俾我打死个犯，我就归顺你。咁最后你捉唔捉到个犯啊？上天容许人犯错，每个人只要佢真系肯改过自身，上天都会原谅佢。我唯有冇明白到呢一点，但系天已经原谅咗我。不过我哋应该受到法律制裁。大支啲嘅系，嗱摆度啊。
到你啊，唔好入内亲手啊吓。嗱，呢度队长唔喺房啦，啊，嚟嚟啫，大啲，嚟，劈。有冇咖啡？要幾粒糖？我唔飲咖啡。兩粒啊？兩粒啱飲。我已經原諒咗你㗎啦。我有為你祈禱嘅。此為止，以後你唔使幫我祈禱。
了。